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是韩国餐厅介绍第二篇。这家叫登村刀削面，在韩国有很多家分店。今天点了两份香菇拉面、涮牛肉以及炒饭，主要是香菇，还有野菜、蔬菜、马铃薯跟刀削面。在辛辣清爽汤底煮的火锅类食物，非常健康又美味。汤汁浓郁微辣，和刀削面一起吃，味道真的好。来韩国一定要吃一次看看的食物。吃过了以后可能会经常想念，它的味道又辣又爽，很清晰。面条很有嚼劲，我超级喜欢。剪片的时候再看一次又热了。真心的强烈推荐。滚了之后可以放肉进去涮涮锅，多了一个牛肉肉汤的味道。牛肉片也很柔软，牛肉片也可以沾芥末酱油吃。电磁炉会自动感应保持温暖，这样就可以趁热吃，性价比很高，因为量也很多。加点炒饭只要2000韩币，店员会帮你用汤底加鸡蛋加蔬菜来炒饭。炒出来的饭很香，和汤分开吃的话舌头会跳舞哦。一生一定要吃过一次的味道，快来吃吃看。